O K， 睇下睇下。喂喂，唉，唔阻你啦，我哋行先。系应唔上啊？嗯，系啊，有件事咧，我摆喺心度好耐噶啦。嗯，今日毕业我先够胆同你讲噶。讲。其实我一直以嚟都好中意你噶。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啊。阿轩，我中意你啊！由入学第一次见面，我就中意你啦。你谂嘢嗰时最中意咬手指。你星座系双鱼座，你中意建筑设计，血型 O 型。你嘅所有嘢我好似都清楚晒。但是其实连你喜欢怎样去女仔我都不知道。你喜欢吃鸡翼，不喜欢吃葱。很多晚睡不着都会看你 Facebook 和 IG， 由最近的看到是以前的，再由以前的看到是最近的。试过三十几次才成功煮了你最喜欢吃的可乐鸡翼。喂，你食啊？唔系，唉，要讲咩好？嗯，喂，试下，我最近学识噶。哦，可乐鸡嚟噶喎！鸡翼，鸡翼，最中意食鸡翼噶。你篇论文要好多好多欧洲建筑资料，我用咗一晚通宵帮你整理晒。咦，你喺度啊？啊，系啊。我哋早琴日整完咗份资料啊，借俾你 copy 啊。唔该你啊。我知道你中意周杰伦，专登喺电脑前面等咗一晚，先买到两张演唱会飞。喂，听讲你今日生日，嗯，我有个 friend 咧系做内部人员噶，佢有两张演唱会门飞，我送俾你啊，系周杰伦噶。我最中意周杰伦噶咯。多谢你啊。有两张喎，喂，一齐睇嘛。O K 啦，最中意周杰伦噶你。多谢你啊。生日快乐。喂，快乐。唔打波啦，我哋即系打波咩？不知不觉间，我发现自己越嚟越似你。我说对不起，我发现自己中意咬手指，唔中意食葱。如果你说星星，一直都好想同你告白，但系始终冇鼓起勇气。就嚟毕业啦，我知道再唔讲就冇机会啦。嘿，应唔上啊？嗯。是啊，有件事咧，我摆喺心度好耐噶啦。嗯。今日毕业，我先够胆同你讲噶。讲。其实我一直以嚟都好中意你噶。其实我玩出我都又输咗啫嘛。你翻去啦，我搵我啲 friend 啊。